听到吗？他们的声音。真诚的笑容，祝福你和我的人生与众不同。想住做警察啦，我想做一个律师，想做律师或者做老师，我咧想做社工，我将来想做一个医生，心理医生、补习老师、化妆师、设计师。佢哋嘅梦想有几多少可以实现呢？喺呢个过程里面，学校对巴基斯坦裔中学生又有几大影响呢？位于柴湾嘅伊斯兰脱围线纪念中学。是全港唯一一间伊斯兰教中学，里面有八成的学生都是巴基斯坦裔，这里可以说是见证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这班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年轻人又怎样走过他们的学生时代呢？早晨大家。早晨。今日我哋有一个新朋友，佢叫 Keyman， 打下招呼啊。Hello。佢想认识我哋点样打棒球，同埋想同我哋一起打。咁但系板球就真系第一次啦，好唔同嘅系要 teamwork 咯，我觉得可能好多嘅运动都要，咁但系呢个咧就觉得特别系好需要大家合作，系啦，队员系彼此合作嘅，咁啊佢哋都好合作嘅，同埋教导我嘅时候都系。好好啊，老生要直噶，要咁样直嘅，系啦，啱。It's okay, you can, Jana, do it. 哇！哈哈哈 ，sorry。真系，我玩多次先啦。咁對於體育堂嚟講，我覺得巴基斯坦嘅體育堂，我覺得佢特別認真嘅，但係佢哋玩得好開心咯，即係好融洽咁樣去玩咯。我其實唔好識計分嘅，但係應該幫球隊失咗分，可能都係失咗兩次到啦。我都有攞分嘅，但係係啊，即係可能佢我唔知佢哋有冇讓我啦，咁但係我都有攞到分嘅，仲聽講攞到六分添，係。我跑啊！我跑啊！啱跑。六分，六分！哎呀，太出啦 ！OK， 我知啦，而家我知啦，可以嚟一次。什么幻影？靠！哎呀，太高了，太高了！哦 ，one more，OK，one more，one more，I know，one more time。哈哈哈，没事。我快点一次，第几只噶？第几只？一、二、三 ，OK。Allah Akbar。即係其實我算是第一次接觸啦，即係我今日看到你哋喺禮堂咧去做嗰個崇拜係咪啊？咁你哋都是做好多次即係可能鞠躬咁樣啦，跟住跪喺度啦，跟住一陣又起咗身啦，做好多次好多次喎。南亞裔咧好多都唔俾女仔即係讀完書，連讀書都唔俾嘅。但係我屋企人起碼俾我讀書啦。咁而家好多都唔俾佢哋讀完書出去做工嘅。屋企有啲就會覺得其實都唔需要讀咁多書，咁所以可能咧喺中途裏邊都對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打擊嘅。我試過有同學咧，佢哋係由入學跟住去到中六咧，其實年年咧，爸爸都話：你讀埋出年唔使讀啦，咁即係都女仔唔使讀咁多書㗎，都係要嫁人啦。因為家長可能嘅思想咧比較保守，咁可能覺得即係仲係女仔咧就係唔使讀咁多書啊。或者準備結婚啊，照顧家庭啊咁，呢啲係重要嘅。咁但係喺香港呢個環境嚟講咧，可能亦都係喺職場嗰度發揮到一個女性嘅作用咧，咁啊都幫到呢個。
好啦，咁我想問大家，其實覺得學中文難唔難啊？對我嚟講，學中文唔難，因為我由細到而家都學緊中文，由幼稚園開始，咁唔難。你講得好好聽添，你覺唔覺得啊？OK 啦。我最喜歡是中文，最喜歡中文，因為我年小學嗰陣都考試都會即係俾啲中國籍的學生攞得高分啲，咁好似有一個自信心、成就感，係咯，好啲咯，所以咪特別喜歡中文。咁你哋其實平時溝通係都係用中文溝通，即係講廣東話，定係用自己語言溝通多啲？如果講秘密嘅話咧，就一時時會用中文，但平時都會用自己嘅互動語。即係原來用廣東話嚟講秘密。家長都唔知啊嘛，佢哋都唔知道我哋喺度。所以我哋秘密就用中文講，其他就用自己語言。他們其實優勢就是他們英文能力真的很好的，所以譬如他們如果去做一些跟英文有關的工作，甚至可能做一些就是翻譯的工作，其實他們都會很好的。不過就是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很多是懂講懂聽自己的祖家的語言，但是就不懂看和寫，所以有時譬如好像我們學校，因為知道他們有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特別安排了烏都語課的和這個尼泊爾課，就給一些小數族裔的學生，我們希望就可以加強他們在自己即是家鄉話上的訓練，再加上他們能夠講和看到流利的英文，希望他們可以利用這個他們的優勢，他們可以找到譬如一些翻譯的工作，因為現在都即香港都需要很大量這類的人士，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可以幫到他們。伊斯蘭教徒每年都會有一個月是齋戒月，在這個月裡面每日的日出到日落這段時間都會戒飲戒食，斋戒月完咗，佢哋就会有庆祝活动，好似今日脱围善中学就密锣紧鼓准备紧开斋嘅嘉年华会，好多嘢玩噶，摊位游戏开始，英国旗，英国旗，我完全唔识喎，呢啲同巴林系呢个，呢个，巴塔尔。哇，佢咁快嘅！我對中東國家都真係唔好熟，有中東文字，但係完全睇唔明，完全睇唔明。即係會第一係有翻我哋嘅自己個文religion， 即係伊斯蘭教嘅 background， 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嗰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個 brought up 佢哋生活上係要好緊要，即係要有禮貌，好似譬如話要做好人啊，要祈禱啊，因為你信神，你入邊個心態係唔同啲噶，係啦。同埋第二樣嘢，其實佢哋呢間即係三間學校都已經係 provide 緊 local 嘅學校嘅嘢噶啦，已經係即係啲老師都係中國人啊，就冇咩大分別嘅啫，係啦。但係我哋想有翻自己嗰個 environment， 因為我哋都會有陣時，即係譬如話見到，即係譬如我個小朋友見到中國人都係有個唔同諗法，即係好似香港人見到我哋啲人，即係會話蝦，即係好似未見過咁樣咧。咁我唔想我個小朋友有咁大，即係咁大個家。做老師就我睇住我自己老師教我哋教得咁用心、咁有心咁樣，咁我想跟佢哋再幫下下一代嘅學生。我的爸爸媽媽就跟我說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們只會支持你，所以他們沒有特別給任何壓力。 I believe I can fly Thank you。 今次就認識了巴基斯坦的朋友，我自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驚喜的，因為為什麼呢，他們很歡迎我和他們一起玩板球和閃避球，我感受他們是很有夢想，我自己小時候是沒有夢想或者是不敢有夢想，但我覺得可能因為香港自由的環境下令他們去敢於有夢想，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只要是身處一個環境是自由的話，他們是可以有自己的夢想，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请跟我走，一起飞向星空，不分国籍，对象界限要突破沟通。
别理色泽面容，明亮如钻石闪动，天生我共你落泪缘没有不同。